你被撕了吗？什么？我被撕？没有啊，找找啊，先找啊。挑衅！我看你，我看你这个，我这不好撕，你别想了。你看我箱子了吗？我看你箱子了。在哪儿？在楼下，在比如说在那边。撒谎，撕你！我跟你讲，有证据。哪屋？我带你过去。走，你带我过去。我真看见你箱子了。你真看见了哈？我说对不起啊！哎，绝对不起了啊！我耳朵，耳朵，我耳朵。哎！我不是你，我是你，我不是你。联盟，联盟，先生。姐姐，相信我，相信我，来来来来来来，姐姐，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要结束了，你还有几分钟？我要结束了，姐，我得撕。不是，你把我撕了以后，你们还是得一v一，你们更累。先把墙子灭掉。对啊，你太强了。我强？我强在哪儿了？因为你靠着墙。你不。不是，来吧，深深，来吧，深深。不是，等会儿，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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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结束了，弟弟，第一次撕名牌是这样的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红桃六范丞丞 out。距离红桃四宋允熙淘汰还有1分钟，他时间快到了。蒙呗，二选一。他告诉我 ，OK， 黑桃还是梅花？黑桃，梅花。嗯，我怕猜错。你要相信自己。距离红桃四宋允熙淘汰。还有30秒，黑桃还是梅花？相信我，黑桃，这个吧。炸弹解除失败，宋雨琦 out。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红桃七陈哲远淘汰还有5分钟，倒计时开始。我看一下我碰到的人，我能不能撕？能撕我就撕，不能撕我直接按。哦，好累啊，好累，好累。解除失败，陈哲远 out。 我本来就想按黑桃的，刚刚我坐下来不小心碰到了。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红桃八周身淘汰还有5分钟，倒计时开始。还有谁？还有白鹿。不管了，我就撕不过，我要按了。哪个？哪一半？我按了。陈哲远，你手气好。我刚抱着我那个箱子跑的时候，不小心按到了，直接就 out 了。我现在有1/2的机会。哪两个？这两个，亮灯的两个。你觉得是哪个？方片。那为什么这个局面这么严肃？还有白鹿，时间快到了，就是白鹿。等等，相信自己。哦，你按了，你按了。哇！
好吗？天哪，怎么都没有想到我在这一轮能获胜，但是我要去给张达达跪下谢罪了。红桃十白鹿，危机解除成功。红桃十白鹿，危机解除成功。白鹿赢的比赛，输了朋友，没有用。他应该没拿你当朋友吧？大大，大大，我奖品分你一半，好吗？要吗？我人生唯一一次在跑男，可能撕掉的人杀一个。主要是我没有想到这么漂亮这么惹人喜爱的白鹿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不是，范丞丞也是这样的人。是范丞丞看得出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时时在防范他。我实在是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人。大王错了，亲一下。各位玩家请注意，红桃八周深 out。 你看红桃 J Angelababy 危机解除成功。啊啊啊！都蒙对了，就我蒙错了。纯蒙都能赢。距离红桃八周深淘汰还有3分钟。哲远作为我们的天使队友，被我们现在绑架过来。哎，就剩你们俩，只有我们俩了，剧本都不能写这么夸张的吧？我居然留到了最后一轮，这是撕名牌吗？因为你在我后面。对，无论怎么样都是我先绑。对。啊，算了，要你想撕吗？要不我鸽子去撕卷烟。嗯，那我去猜我的啦。我要选择相信他吗？你自己选。人生有很多个选择，只要相信自己，永远都是对的。人生也有很多的废话。安慕希长白山蓝莓梅花，只要你犹豫了就。解除失败，周深 out。 里面是啥呀？方片。我也来感应一下，来到了我的人生交叉口。但你犹豫你就输了，想到就直接按，什么都不用想。恭喜你，炸弹解除成功。四分之一的几率。哇！